彰化县政府公布一日无新增确诊个案，目前累计261名个案，完成筛检人数61206人，居家隔离人数79人。王县长贴心提醒75岁至84岁长者，7月2日至8日是打莫德纳疫苗，请民众携带身份证、健保卡及印章，依指定时间、地点前往施打。确实分流管制，降低群聚风险。民众接种完疫苗后，需留在观察区稍作休息15至30分钟。出现不适症状，立即请专人协助处理。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。